BB 综艺继续为观众发放娱乐。你咁有 potential， 有冇谂过加入我哋啊？你嘅形象，我哋会帮你全面 upgrade。你将会遇到好多意想不到嘅 challenge。未必去到咁激，全世界都是你的训练场地。我哋要俾所有人看到你到底有几厉害。不过你要成功突围，要面对一班实力超强的对手。你敢唔敢接受挑战？疫情持续，香港百业萧条，小商户更加是叫苦连天。是零收入之余，仲要贴租金。而家真系成个礼拜未开过单，唔多唔少都会好影响大家出街吃饭的意欲。咁生意是跌咗起码一半嘅。不过逆境之下，香港人依然自强不息。你是不是都想？我要继续做老板。我哋会揾嚟专业人士同你分析解构，话俾你听，你哋盘生意系咪值得坚持落去？唔止唔会收你钱啊，仲会准备打气基金，为你辛苦经营嘅业务打打气。更会透过庞大嘅播放同埋网络平台，助你展开网上业务，配合连串推广，艺人撑场，加上大型嘅展销会，为小商户寻找生机。疫情下抢占机遇，逆境中创造时机，我要继续做老板。疫症改变了香港人生活模式，而翡翠台三个王牌节目亦全线加强内容，同香港人逆境同行。我哋东张西望，一年365日，全方位发掘独家题材，为你搜罗最新最快的民生娱乐资讯。收视近屡创佳绩，2020年平均收视23.3，最高一集收视28.5。多谢大家支持。多谢。我哋嘅报道唔单止引嚟巨大回响，好多仲得到即时跟进、改善，发挥巨大嘅影响力。经营噶，我冇阻咗仲一。都傳出陣陣嘅惡臭味，唔知入邊發生咩事啊！唔好強勁！喂！疫情之下，東張西望發動逆境同行，反應熱烈，陪伴大家度過艱難日子。至於我哋推介嘅潮流焦點，無論獨特秘境、特色美食、健康秘訣、生活家品，都會激起熱潮。未來東張西望將會前瞻世界，推出更多獨有題材。与香港人经历每一个7:30的晚上。姊妹们，无论疫情怎么变，我们都一样要 keep 住靓 ，keep 住摊家。加强版姊妹图已经升级了，由 J2 搬到翡翠台了。我哋会继续带嚟各种人气美妆产品资讯，实用必学的护肤贴士和技巧。各位女生最想知道的时尚热点和流行趋势，有我哋带大家去打卡，仲有新兴的 staycation 行程，包保我哋唔会走漏眼。所以各位姊妹，2021年要继续黐住我哋姊妹图。疫情期间，大家都中意留喺屋企煮饭同做运动，而且更加关心健康资讯。我哋流行都市会全方位加强内容。成日講話我要瞓夠覺啦，我哋女性荷爾蒙增多啦。李醫生你好啊，你好。咁多星級主廚 ，Keep Fit 達人，健康專家，陸續加盟。做運動咧，除咗咧要手背、
高。係。其實佢差唔多嘅時候你就開。材料就差唔多。最新嘅主食同健康產品資訊，我哋都會逐一介紹。絲瓜蝦仁用氣炸鍋整中式靚餸冇難度。越南特大老虎蝦仲可以整啲咩咧嚇？教咗200度先啊！你哋得閒咪就屋企試下啦。只要你留喺屋企，就可以知道呢期都市乜嘢最流行。三大節目的精彩內容不只在電視，還會透過網上短視頻和大家分享，我們線上線下令大家緊貼潮流，貼近世界。 J2 2021年帶觀眾看雲全世界， See the world， 跟住地膽去旅行，是不是很掛住阿 Jo 陪你去 Japan 呢？哇，發什麼事啊？哇，好好味啊，回頭那一下好好吃啊。還有 Christy 話你知中歐潮什麼？哇，好靚啊呢個蝦！哇，好餓啊食！哇，好靚喺度。點少得胡慧聰要帶你去沖遊泰國啊？呢位仁兄究竟係蒙面超人定鹹蛋超人呢？我真係分唔出啦。兩個著咗呢衫咪幾嬌俏啊！又有 Benedict 離地自由行去塔斯曼尼亞。好靚啊！婉兒嫁到去歐洲最啱自駕遊。好暖啊，好正啊！好正啊！台灣點樣玩？邵佩斯、贾斯丁带你畅游最浪漫的约会圣地。这个是真温泉吗？啊，是怎样浸的？余思婷、玉兔、米奇、央玲，闺蜜相约一起玩。哇，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，喝起来。台湾怎样吃？吃货女神韦宇用舌尖品过南北美食。鸡肉的那个酥脆口感是非常有的。Joe、千瑞、糖糖走汉餐车，快速征服路人的胃，随便一波就下来了，骨肉分离了。新婷、咸丰、Joyce 回归桌上真肴最原始的家乡。点样品味台湾？海晴帮你打点过节旅游的最佳手信。在上海是真的很高贵啦。哇，海盈直击梦想屋，走访承载青年未来蓝图美好空间，是不是很有一种度假的感觉呢？